now the teeth are growing. The teeth are slowly coming out, so very itchy. He wants to bite everything. Yes, he wants to bite. Wow, so cute. Everything. Now he wants to go down to the ground and put the rocks in the mouth. He likes the salty taste. Durian, yeah, durian, mango, jackfruit. Oh, he's crazy. He loves. Loves his favorite game in the world, wrestling. See, he's holding on to you. He's not going to let go. He wants to bite your finger. It's just like cat. A lot like a cat. Yeah. Although I've never had a cat before, I wouldn't really know.加工什么这样子的，你看跟那个是under shade的另外一种，是吗？哎，你说出错，叫错。哎，别跟他走，真的，这里他这个是老虎，走。 犀牛我没有在那边看到，因为那犀牛是很早期的，以前这个犀牛也是从。对啊，冰淇淋。那只叫Alexa，我都还不懂，我也不知道。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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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爱不完，记得吗？是吧？所以那个那个手工无尘的头发不是梳了一个中间分界了啊、哦，所以有很像这场面。不过这场面比那个郭富城还要再硬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头发是金黄色，郭富城的时候是全黑的啊、哦。然后飞机这样子啦。然后这长鼻猴子它比较搞笑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吃香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它的肚子里面是属于 complex stomachs， OK， 就是多胃的动物咯。后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碳水化合物高的时候它会变成气体，就会把这猴子胀死哦。所以呢，它是不可以怎么讲？所以是不可以吃甜的东西的。外国人的从这边看好像很马屁股像。来，有谁来？不知道跑去哪里就睡觉去了。有两只的。参观完了 Logawi 野生公园，我们去了 Filipino Market。 在沙巴有很多菲律宾人，在这个 Filipino Market 卖的是一些手工艺品。之后就去了旁边的一个市场，这里有卖海鲜、蔬菜等等。于俊正在买一个看起来蛮好吃的木薯糕，待会儿我们就来尝一尝。我们还没饿，也还没到晚餐时间，但是看到超大的老虎虾和新鲜的鱼，索性就叫了一些来满足我们贪吃的口欲。突然我看到了一些蛮奇怪的东西，
一问之下，原来是海草。处理这些海草的小姐很友善，主动给了我们一些试试看。这是水草，直接试吃一下给你看好不好吃啊？看我的表情。什么味道？味道，好像那次鱼蛋一样哦，没有味道。怎么来的？试试看，谁要试来？要试来试。水草。你拍我。好。按，再 record 住了。OK， 先到威力来试。威力啊 ，OK。看一下威力的表情，好吃吗？咸咸的，很像真的很像吃鱼蛋，很可爱，很好玩。嗯、其他人是，还有谁要吃？我有腥味道。啊，现在到伟文来试，没有腥的味道。OK， 来，快点。好吃吗？好不好吃？好吃。咸咸奶有一点咸咸，有点像鱼蛋咯。嗯，有点咸咸的。说你还要再吃吗？要不要买？一包一块啊。啊。应该是不要买。好了，这是我们吃水草第一次。来，这是罪魁祸首。有 focus 住吗？来，就是这个，像不像水晶？漂亮嘞。OK。嗯。过来。好啦，没有啦，不是电视啦，我们自己的东西。白茶杀菌的。杀菌啊？如果好像你有那个什么，有癌病啊，你得吃。真的、哦？我们是新加坡人，还是台湾人？哇，这么硬啊！然后慢慢，然后怎样？然后我吃，你也吃。你吃吧，你吃先。你们两个吃，看什么表情？啊，你们两个一起吃。要不要？他们是酸的。没酸。酸的。嗯。奇怪，是怪还是什么？对哦。可是他刚刚做好的。对。Jenny， 你吃的吗？酸吗？酸的。酸的。可是我吐出来。坏了。是吗？我弟弟吃好吐出来哎、欸，可是他刚刚才卖哎、欸，因为我刚刚拿出来做的哎、欸，可是我们不到完就完，没有，等一下可以问那个人，嗯，刚刚吐的。